看这一题，他说读这个图了哈，一个滑雪运动员哈，从这个高50公尺的这个A 处了哈，然后这个滑下来，滑到 O 点以后的话哈，利用技巧哈，把让他把他跳出去，也就是说他进来的速度是 V 零的，跳出去的速度也是 V 零。哦，由于呢运动员的技巧，运动员在 O 点哈、保持速率不变，哦，他进来的速度是 V 零，跳出去也是属 V 零的，并以仰角呢膝盖哈起跳，然后落至 V 点，哦，这假设是 V 点哈，这样呢抛物线掉下来，哦，抛物线掉下来，另 OB 呢是 L 啊 ，OB 这是 L， 试问哈。哦，这个阿尔法是，当阿尔法是30度的时候，这是30度的时候啊。L 的最大值是多少？啊，这个时候它起跳的这个仰角是多少？好，那我们怎么做哈？我们呢就这样做，就是说，它这个什么呢？这个 S 啊，就是说它的这个什么呢？位置向量，哦，经过时间 t 以后的位置向量，这个 S 哈。这个是等于多少呢？等于那个V0T， 哦，这速度叫 V0 啊，它加二分之一的 Vt 平方。哦，落地的时候刚好落到 V 点的话，这 S 就是等于 L 了。哦，或者是我直接把它写成 L 好了。L 呢是等于哈 V0T， 哦，这是 V0T 啊。哦，这叫 V0T， 这个向量叫 V0T 啊，加上呢二分之一 Gt 平方。二分之一 Gt 平方，二分之一呢 Gt 平方，哦，这是等加速度运动公式。好，那因为这是向量的方程嘛，所以这个向量构成呢一个封闭三角形，就这个向量啊等于这个向量在这个向量构成一个封闭三角形。那我用那个正弦定律啊，因为这里是30度，所以这里是60度。哦，那这里也是30度了，30度。好啊，这里就等于多少呢？这里是90度哈，减西塔，哦，因为这个也是直角三角形。好，那我就用那个正弦定理 L 哈除以多少呢 ？sin 90度减西塔等于多少？等于这个是V0T 哈。啊 ，V 零可以算嘛 ？V 零的话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那个速度嘛。哦 ，V 零事实上是等于根号二阶区的。你用力学很熟，就是那个二分之一哈 ，m V 零平方了啊，等于呢 m 阶区。哦，那我把 m 消掉以后，二乘过来，我就晓得 V 零是等于根号呢二阶区的。哦，这 V 零可以算出来。那你把 h 和50带进去就可以得到，所以 V 零是已知的，那 V 零 t 除以 sin 60度，啊，这个等于多少呢？等于这个是这边是二分之一 Gt 平方，啊，除以多少？除以 sin 哈，30度加西塔。好，那这样 L 我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是等于 cosine 西塔，哦，啊，这个是等于二分之根号三，所以 L 等于多少呢 ？L 是等于那个根号三分之二 ，V 零 cosine 西塔 t 啊。好，那我现在再把西 t 带掉 ，t 怎么带啊？我这两边约掉，约掉个 t 啊。那这样子的话 ，t 就等于多少？2 t 就是2 v 零除以 g， 2 v 零除以 g 哈，它乘以多少？乘以上面是 sin 哈，30度加西塔，它除掉多少？根号三分之二，哦，根号三分之二，所以就变成根号三分之四，二乘二是四，把这 t 的话把它带进来，所以这是等于。根号三分之二，
v 零 cos 西塔乘以根号三 z 分之四 v 零 sin 三十度加西塔。好，那这样的话，这里就有些常数。这个常数是三 z 分之多少？二十的八，八 v 零。哦，三 z 分之八 v 零。啊，这里有个 cos 西塔 ，sin 三十度加西塔。啊，这里的话，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值嘛。好，那我现在来讨论这个，我要算出这个最大值来。啊，这个如果达到最大的话 ，L 也就达到最大。哦，因为他问什么呢？问说最大值是多少？好，那我现在就来求这个极值。求这个极值哈，我就令 f 西塔哈是等于多少呢？是等于这个 cos 西塔 sin 哈三十度加西塔，我把它展开 cos 西塔，sin 三十度二分之一 cos 西塔加 cos 三十度二分之根号三 sin 西塔。那前面这一项的话 ，cos 平方好，可以用那个半角公式，二分之一 ，cos 平方是二分之一加 cos 二西塔，它加多少呢？这个 sin 西塔 ，cos 西塔是二分之一的 sin 二西塔，所以是四分之根号三 ，sin 二西塔。啊，所以我就晓得哈，这个有个这个好有个二分之一哈，这是二分之根号三 sin 二西塔，啊加二分之一 cos 二西塔，啊再加四分之一啊，我就说我就这一项哈跟这一项的话写成这两项，哦四分之根号三就等于四分之根号三 sin 二西塔。啊，这里是四分之 cos 西塔，就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嘛 ，cos 西塔，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是四分之一。啊，这个可以用什么呢？用负角公式把它合并。这个可以呢，这个是等于 cos 多少 ？cos 三十度的，这是 sin 三十度。所以你用负角公式合并以后，就变成多少？二分之一，sin 二西塔哈，二西塔加上多少？这是 cos 三十度嘛，加上三十度。好，那什么时候这个有最大值呢？就这个九十度的时候有最大值。当什么？啊，它再加一个四分之一，我加一个四分之一啊。就当什么啊？当西塔呢是等于多少呢？西塔是等于，当二西塔哈加三十度，等于九十度的时候有最大值。也就这个时候啊，西塔有多少？西塔是六十度，三十度了，六十加三十九十，哦，这个时候的话 ，F 呢最大值多少？最大值是一嘛，这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就四分之三了。好，啊，这个答最大值带四分之三下去，这就多少呢？就是那个 LM 哈。LM 的话就达最大值，就3G 啊，然后多少？这有个 V0 平方，刚刚我们知道说这滑下来哈，它的那个速率哈是等于根号二 h 嘛，用力学很熟，平方以后，这个就是多少？就是二 g h 嘛，八个，乘以到二 g h， 二 g h。八 h 的，再乘以多少？乘以这个极大值，这个极大值四分之三，所以三消掉，z 可以消掉，四，四二得八，所以是四 h， 那 h 五十嘛，五十二十，所以两百，也就最大值是两百，
当角度30度的时候 ，L 它有最大值200。